太后，恭迎太后，拜见太后。 香儿慧儿跟我进来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是。何人敲门？是我，芈月。 天色已晚，请太后回宫吧。内忧外患，刻不容缓。老臣已经递上了辞呈，我还未允准，也绝不会允准。臣与太后还有何用？你可以与我无用，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，与嬴氏家族无用。我要你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。 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，我不情愿。说气话无用，作乱的朱公子，我是一定要杀的。从孝公开始，到先惠文王，秦国实行商君之法。 纵然是王孙公子，吴军公者不得受爵，旧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，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。但谁作乱，谁作死？嬴氏家族的子弟们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，去引导他们安分做人、用心做事，稳固大秦的社稷江山。 臣老了，看不懂世事，料理不了朝政。太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，还是请太后回宫吧。不要紧，我在燕国见过比这更大的雪，更寒冷的夜。 我会等你出来，与我一起议政。你一刻不出来，我等你一刻；你一夜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夜。你一世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世。我就不信，你一辈子也不出来。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，那老臣也不勉强。老臣要歇息了。
香儿，我的排箫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曲好乐。把它给我，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排箫不怕熟了，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疏了。 这是在吹雏曲，知道我为何独爱楚音，不仅因为那是乡音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旧族们固守旧制旧法。 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，今日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，秦国就有可能倒退，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。有关法度国家大事，绝不可退让。 起得好早。